次的话呢，我们这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特地啊邀请我们这个五明佛学院的索吉达堪布啊，来给我们讲讲这个佛学方面。那索吉达堪布啊，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是四川人，四川甘孜人，年轻的时候在四川甘孜师范学院读书，读书毕业以后啊，就上了就出家了。出家以后的话呢，钻研这个藏传佛教，还有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那么他近几年啊，在全国很多著名的大学，像北大、人大、这个复旦啊，还有南京大学，都做过很多讲座，那么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那么索吉达堪布所做的学术工作的话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把藏传的佛经翻译成汉语，翻了很多。那我自己的感觉的话，我们汉传的这个佛教啊，有翻译佛经的历史啊，先是从西域的文化佛经翻译过来，然后又用印度的佛经翻译过来。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一个佛学的潮流啊，应该是把藏传的佛经翻译到汉地，可能是这也是一个我们了解藏传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那么这是堪布做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他传播儒学，就讲《弟子规》呀，就是说他在汉藏交流层面啊，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佛教的利他性这个课题的话呢，应该说是利他性是佛学大乘佛学的一个根本的特征之一。所以呢，我们的话呢，听听堪布怎么诠释这个作为大乘佛教根本精神的利他性。好，现在把时间交给堪布。在陈教授说吉达堪布，我叫索达吉堪布。我很佩服那个陈教授啊，他很多年以来带我们佛教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他自己也做的佛教博士。曾经我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去过泰国，当时泰国的很多大学生，在大学里面有开的佛教的博士，还有很多佛教的博士导师。当时我对内地的一些大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内心当中很羡慕我们这个在知识界当中对佛教有个更深层的研究的话，动物化我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向往的心。那现在呢，的确也是有很多大学里面对佛教有个特别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学习。同时呢，我听说我们这个山东大学呢还有什么其他宗教的，基督教道教等等这方面呢也有很深的这个研究。其实人和宗教都是我们彼此尊重，我个人而言也是这样的。也很佩服说实话，本来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出家人，只是对佛教儒教很多思想呢有所兴趣而已，没有什么更深的一些研究就没有的。当然你们这个山东的话可以说是空蒙之乡利益之邦，就应该说是儒教的这个发源地。孔子、孟子、晏子等应该儒家的五大圣哲都是在这里出现的。而儒家所提倡的仁爱跟我们的大乘佛教里面的利他众，这个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有相似之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的特别简单的一个这种方法来介绍一下我们佛教的一些利他的这个发心和利他的一些行为。我想在座的各位
既然是对佛教有研究的博士生和研究生，还有很多带这个博士生的老师就对佛教的基本思想非常了解的。我个人多年对佛教方面的一些研究吧学习呢，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所谓的佛陀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所说的一种传说或者说是一种神话故事，它是实实在在在人类这个历史上呢出现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历史人物就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这个历史人物呢不仅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就是应该这个认可的，包括就是现在世间的学术界的人呢也是不得不认可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这个佛牙在缅甸供奉的时候呢收到了这个缅甸的中统为主的大概6000多个政府高级官员呢在一个地方就是开始供应到机场去迎接的也是有这个2000多个人在那里供奉48天的时间当中，就是每天都是有多少人朝拜，大家都应该清楚。以前大概几年前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这个佛指舍利佛指舍利呢，在台湾供奉的时候，大家应该清楚，大概在11天的时间当中，每天都是有10万多人就是所有的这个供奉期间的是超过80000人这个供奉去这个礼拜的这个大概的数目是这样的。那么我在想人类历史上呢虽然出现过很多的非常伟大的对人类社会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巨大人物出现过很多，但是呢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非常公正的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呢哪怕是人的一颗牙齿或者说是一节骨质和人这么多的人去这个供养和供奉呢，我想这些人呢现在人类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这些人也不可能是都是白痴，不可能是以全部是一种信仰。因此我们佛教呢就可以大胆的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应该是所谓的佛陀呢实际上是他已经做完了一个智慧的人生之路，他用他的无私的一种大悲心，无私的一种爱他利他的这种精神呢传播于人间这就是一个佛陀的这个概念佛陀的每一个包括他的身体上的一分之节的话呢何人就是如此的尊重大家都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去西安法门寺护持这个舍利呢，就是现在国家也是这个投入大概是12个亿就是修建的这个地宫这个这种适合舍利塔。我当时就是边朝拜，就是升起无比的信心，边呢我也就是想到就是时间的这个人物的话呢，应该说是我们现在人类到这个今天呢。有许许多多的时间人物，但是这些人物的话呢，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话，有没有这样的后人的这个崇拜我们一般科学界呢，大家都知道对这个牛顿爱因斯坦呢，非常的这个崇拜牛顿的这个坟墓呢，就是在就是在英国的一个叫这个西敏寺就是在那里，就是包括当时的什么这个莎士比亚还有达尔文还有丘吉尔牛顿就是他们都是在一个皇家的这个这种教堂里面就是一直供奉着，虽然每天都是有人这个朝拜，但是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并没有受到我们佛教所谓的那样的这种这个加持包括爱因斯坦呢，就是大家也知道爱因斯坦死的时候他自己原来的这个遗嘱呢他交给他的大儿子就是说是身体呢什么都不遗留，就是全部都是归于这个斯大，但后来呢因为有一个人
就是叫这个浩伟，就是他就为呢就是后人提供一些研究的这个题材，然后呢就是将爱因斯坦的这个大脑就是藏起来了。藏起来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事情不单没有就是受到就是他像的那样的这个人们的欢迎，而且呢就是受到很多人的谴责。最后呢他在42年当中不得不自己这个隐藏。最后他发现的时候呢，就虽然就是后人呢就是对这颗大脑啊就是做了一些这个研究，现在也是普利斯顿这个大医院里面还是收藏着，但是呢知道的人也是毕竟是并不是很多的。我在想，即使就是他的比如说大脑就是他当时是240块，就是就做成这么多的这个试验品啊，就是大概在10个品里面也分了很多。那这一刻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就是在世界上去的话呢，能不能受到那么样的这个赞叹？当然这是也许是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可能以片段的心对佛陀的一种特别敬仰的这个心呢，就是这个赞叹。但我也从正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也需要思考啊。我想在座的很多研究生博士生呢，其实对这个现在我们实践当中真的这个存在的一些具有如此价值的、具有这么多人崇拜的话呢，它这个里面并不是全是一种所谓的这个迷信啊，不是这样的，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它有一个内涵啊，这个内涵就是到底在什么。但我觉得是更重要值得探索、值得研究的，就是佛陀当时给我们所讲的84000法门啊，就是汉地的大藏经里面也是有这么多的经论论三藏的这个教典。而藏地的大藏经呢，我都原来翻开这个宝积经和那个华严经，越翻开越研究越阅读的时候呢，就是最后我就进入一种特别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世界一样的。那所以在座的很多大学生，我相信你们也包括这个佛教研究的这个就是金刚经啊、大乘起信论啊，很多的课程也在开，就是在开的过程当中呢，跟那个其他的实践人的一种文章啊就跟这个佛语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都受过一些教育，我们对这个大学的课程，对什么对中学的课程，对小学的课程读完了，就是然后就不一定就是他就永远就是我对这个需要读的、需要供奉的。但是佛经不相同的，我们短短的这个心经的内容啊，大家都看一看，短短的金刚经的内容的话呢，谁都去读了、去看了以后呢，就是有无穷的慧慧，有无尽的利益，有无比的这个加持和力量。这就是一种这个佛的不可思议的威德和就是在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威力。这一点呢，我想有智慧的人是这个无有之意，也不可否认啊，就是这个事实呢，谁也无法抹杀。因此在这方面呢，我想首先就是要知道所谓的这个佛陀呢，到底是他是这个什么样的。他确实是有许许多多的就是这个不同的一些历史和一些这个渊源，但是更重要的，现在的我们的这个人类面前，就是他实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象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座的很多佛教徒呢，我想有些是真是这个信仰佛教的，有些是不一定信仰佛教，但是我想我们要去研究它，研究它的时候呢，要知道就是到底就是佛教是什么样的。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的应该是它是一种智慧的教育。我在想，因为佛教里面就是包括这个天文地理也好，或者是这个人文学也好，实践的所有的这些学门知识的话呢，都是涵盖无余的。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宗教，或者是仅仅是一个教条主义的话呢，那么就是这里面只是含一个部分。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就不依靠任何的这个仪器啊，包括这个天文学的一部分的一些内容来看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佛陀的智慧啊，何人来看呢，就是确实是有种这个无法这个想象的。
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人呢，啊，绝对是因为这个，后来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世纪当中的有各种的一些原因吧，啊，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和思想呢，以前呢，在一段时间当中确实是受到了一些打击，但这个是对人类来讲呢，有着非常大的这个损害。我就是像我们这个后代人的话呢，就是受害者，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思想学当中除了一些金钱、地位、美色，或者说是一些现实这个主义以外，就是什么这个这个传统都是没有。当然，极个别的传统，我也承认是不一定现在非要啊，就是你一直这个做着啊，比如说你唐朝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传统，你现在所有的在这样的国际化也是这个地球村的时代当中，你必须要就是拉着一个古代的一种形象呢，也不一定的。但是有些人类，尤其是一些善的一面，尤其是一些好的这一面的这种这个教育的话呢，的确我们特别这个需要就是保持，要回顾就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这些祖先们的他们的一些这个深深的这个教养啊，就深深的教养。我不是特别清楚你们这边对这个传统文化和儒教这个思想的研究怎么样。其实在这里呢，我一直认为并没有这个佛教那样特别深高深莫测的一些理论体系，但是的确在这个我们实践当中为人处事啊，或者说是做人孝顺仁义利益方面的话呢，有非常这个意义啊，有非常意义。现在很多人呢，因为可能是这个环境跟各种原因就是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这样的一种分辨能力呢，就是特别的差啊。以前有一段时间叫做是什么这个后悔学说就是脸皮就是越来越厚，就是什么那个像那个城墙一样，就是越厚哈。而心呢，就是像煤炭一样，就是越来越黑，就是这个是很好。在一段时间当中，人们都特别觉得说哇，越来越坏的人呢越来越好，就是有这样的。有相当多的人呢，就是跟着这种学说呢，就开始这个做很多无耻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在大学里面，或者只是在任何一个高等学府当中呢，就好的一面呢不一定学得很多。但是我自己认为呢，我们这个佛教的最这个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无与伦比之处呢，就是是利他性。就是利他性的。佛经的这个司法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是佛经的这个司法经里面呢，就是说过这个实践呢实践的这个具有智慧的人呢实践的这个具有智慧的人呢，应该发这个无上的菩提心啊。在座的人不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陌不陌生啊。如果你对这个菩提心呢有所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的话呢，我想你对这个将来的服务社会，或者说是寻找你自己的人生之路呢，应该就是不会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世间的大多数的人呢，全都是位于一种自我的这个圈子里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当然很多人可能想，我对应该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方方面面呢，我应该负责。但这种负责呢，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真正的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呢，其实体现在一个真正的这个利益上的话呢，那么就是利益他众。其实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如果你从这个大的意义上面来讲呢，就是菩提心呢，就是愿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获得圆满佛果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利益，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这个是最上层的。我们在座的人很多人不要说，就是可能一生当中就是研究佛经的这些人修行佛经的人呢，就是真的要去观想利益无边的众生的时候呢，刚开始可能无边无际的众生，我也想帮助他，就这个不是很困难的。可是你真正是让这个每一个众生，比如说这个你的怨敌，这个你的这个什么就是对你关心不好的这些人呢，一个一个的，你要像这个让他快乐，让他永远的是得到就是幸福的话，有些人可能这个心不开的，就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实际上就是说
实际上呢，菩提心呢，我想今天我不多说，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哪怕是一堂课，也是对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知识呢，就是有所了解，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那这样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菩提心呢，刚才讲呢，就是它是这个专一心，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专用这个名词。但是这个如果不懂的话呢，我们大乘佛教就是无法连接的，无法这个研究的。我遇到过很多那个专门研究这个佛教的一些学者啊，但是呢，磕头上狼会塑菩提心，实际上呢，不要说这个修行啊，就是真正的这个字面呢，就是不会解释，这是我们可能就比较遗憾了啊。你是如果一般的一个普通人，或者是一般的一个出家人，你不懂那个所谓的菩提心呢，就是情有可原，就是他没有这个机遇。但是我们是高等学校里面的这个佛教专业的，那这样的人呢，别人问就是菩提心是什么的话呢，那么菩提心呢就是看着一个特别表面的这种现象呢，这是不合理的。首先是我们研究的时候呢，就是菩提心就是最大乘的根本。很多人的所谓菩提心呢，跟慈悲心呢，跟这个善心呢，跟一些这个慈善的心呢，就是这些就混为一谈，就这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按照他自己的特别深深广大的意义去这个做解释。那这样做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要说这个菩提心呢，其实是它分一个圆菩提心和性菩提心。这个在座的应该讲，所谓的愿菩提心呢，就是我要发愿就是我要利益天下的一切这个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种发愿，就像我们要想做什么好事好事，就是这样的一种。然后性菩提心呢，不但是你发这个愿，就是还要在实际行动当中去真的要六度万行，就是要去操作，这个叫做是性菩提心就这个叫做性菩提。那这样的这种这个发心呢，在我们理论上就是了解之后，就是最好是实际行动当中去信者。其实佛教的这个研究跟这个佛教的修行呢，应该最好是有一种密切的这个结合起来。很多现在学者呢，只是在磕头上就是会说，就是会说。可是真正修行的话呢，就是一刹那也是没有修过如果你真的去修这样的这种大悲菩提心的话呢，其实对整个世界和平和对世界来讲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和功德，而且对自己的这个身心呢，各方面来讲也是有特别大的这个利益就是若人一刹那观修菩提心，必至诸佛的什么佛陀不能量就是如果我们一刹那间当中呢，能观修这个菩提心就是一刹那间是很短的，一刹那间当中能观修菩提心的话，那么它的功德就是从佛教的教义来讲是就是无法这个，连佛陀也是无法衡量的。但这个说来可能比较大了，我们不一定马上能那个懂到其中的意义。但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呢，现在这个包括哈佛大学和这个普利斯大学，还有那个就是剑桥大学，就是他们都觉得就建立了一些这个参学社就是参学社。那么他们的参学是什么呢？专门修这个慈悲心就修慈悲心呢，不是很难的。任何一个学生呢，我了解的有一些国外的这个一些大学教授还有一些小学教授，他们的是让孩子呢，就是学一些这个慈悲心。那学慈悲心的话呢，一天的上午就是大概是10分钟，大家就是观，就是对所有的生命呢，就是用这个慈悲心慈心。所谓的慈心呢，就是愿所有的生命就是获得快乐的意思。悲心的话呢，愿所有的这些生命呢，就是离开痛苦。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慈悲心呢，你心里面就是观修，表面上看呢，这是一种参禅就这是一种参禅。但你观了这个10分钟左右，上午10分钟左右，下午10分钟左右，那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的话呢，就是通过科学就仪器监测的时候呢，这个人的心呢，就是已经就是如何了。已经就是很这个跳损了就以前特别脾气暴躁的人呢，那么就是通过修慈悲心之后，就是心情就是极其开朗放松。所以在这个美国等很多的这些这个医院呢，就是这叫做是一种这个轻松的治疗法就轻松的治疗法。这是我们菩提心的一种实际当中的这个修法
我希望呢，我们高等大学当中呢，就是不是完全都是用一种理论上，完全是用一种理论上的话呢，人就是成为一种这个所谓的我们佛教里面叫做这个法有者，世间人叫做是老油条啊，口头上谁都会说。我也遇到过很多一些这个包括就是博士生，就是博士后啊，就是他们都是在这个文字上也会写，口头上也会说，但是自己的心呢？就是基本上是对大乘佛法都是没有完全的这个挂钩啊，就没有完全的挂钩。那么啊，甚至呢，就是越学越有这个成见啊，就是对佛陀、对历史、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佛教的最深深的这些道理呢，就经常就是带有一些这个诽谤之词啊，等等等。但这些都是非常这个啊不合理的，应该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修行来。哎，就是体现就是大悲心，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故事呢，是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啊是噶当派的那个创始人阿底峡尊者。你们大家都知道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对我来讲是这个启发很大。就是也许我们在座的人听了以后呢，就是也许是没有什么这个感觉，也许是有一些感觉，但我还是想这个在这里简单讲一下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是他是。公元这个大概是应该11世纪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人，他是东蒙家的国的一个王子，他本来是想去继承王位，但后来呢，东蒙就是对他这个授记啊，就是说你已经当过500世的这个班智达，就是智者学者，我们班智达所谓的这个博士生道士一样的，就非常有智慧的教智者。那么，但是你现在还没有真实的这个开悟，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懂到了人生智理。那你如果真的要像那个开悟这一辈子开悟的话呢，那么你舍弃这个王位，就是行此这个出家之路。后来他听到之后呢，他没有继承王位，就是他开始舍弃了自己的这个将来的这个王位，然后呢，就是开始医治这个当年的这个印度非常出名的叫这个罗侯罗。大师啊，就是罗侯罗大师。他罗侯罗大师这个移植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学习所有的三藏，三藏全部都已经精通了。本来他也是以前是这个当过很多世的班智达，就是他什么这个知识都是过目不忘的。但后来他光是这个知识学的呢，就是好像是知识就是知识，他就是他，就是他们之间呢就是没有正式的这个通达。后来他就一直讲，那么我所学到的这些知识的真正的含义、真正的真理呢，什么时候能完全就是明白、完全开悟？他在这个时候有一次，转这个印度金刚座菩提迦叶啊，你们有些可能去过潮汕吧，就是在哪里？他在哪里这个转的时候呢？当时看见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呢，就是对话。对话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想到达觉悟的果位的话，那要这个修行这个菩提心。就当时呢，就是觉得就是这两个人也在谈那个菩提心的这个事情。然后第二天他在一棵这个菩提树下，就是在这个树的附近呢也是有个老这个麻风病和还有一些乞丐，就是一个年龄比较老的一个老太太。那么他们两个的对话当中呢，也说这个如果一个人真正就是要开悟，就是人生真理的话呢，要需要这个修学菩提心。后来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像就是实际上是上层次的人也好，就是低层次的人呢，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谈论这个菩提心，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动到这个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重要吧，就是他当时这样想的。但后来第三天的时候呢，他在一个殿堂里面看见这个一个小鸟群呢，就是在一个观音菩萨的像的膝盖上，就是然后这个时候佛像呢，就是跟他也告诉，就是你如果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要得到觉悟的境界的话呢，你要这个修持菩提心。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以前的这些世俗的各种疑惑呢，就是全部烟消云散，恍然就是大悟啊，就是那个时候。但是呢，他的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已经知道了，真正心的本性已经开悟了，可是现在还要这个修习菩提心，还要寻找这个名师。后来就前往这个印度尼西亚，就金主大师呢就移植了12年啊，就是他不断的修行之后的话呢，就是受到了很多甚至的授记啊。本来是他就是可以活这个92岁，但是呢他如果来这个藏地这个黑暗，当时藏地这个佛教前弘期被已经这个朗达玛就是灭佛就是毁灭，然后后弘期呢就是有菩提光围绕他的引擎，就是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在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就得到授记，如果来到藏地的话，他寿命就是会断20年，但是他如果没有
来的话呢，他能活到92岁。但后来就是他就选择啊，就是选择就是来到这个藏地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并且呢就是开创了这个噶当派，也就是说就是他当时造了这个菩提道灯论啊，就现在我们这个菩提道次第论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他当时所讲到的这个菩提行的修法呢，一直流传于这个到这个现在，而且现在呢，在藏地也是把这样的这种尼塔行和菩提行呢，就是完好无损的，就是这个传承啊、教研呢、啊，所有的这些次第呢，就是全部都是在，不管是在寺院里面，就是在世间的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呢，就是一直流传着。这一点呢，我从个人就是怎么说啊，我对韩传、对这个藏传很多的这个文化各方面都是比较了解，但我觉得呢，确实是藏地就是在关于菩提心方面的教书啊，菩提心方面的这些教研窍诀呢，的确是在藏地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殊胜啊，就是特别的这个殊胜。那么这也是来自就是一个是这个阿底峡尊者，还有呢就是吉天菩萨和月城伦斯当，就是印度的这个很多的大德，就直接这个传入到这个藏地，传入到藏地，就是到现在呢，就是一直是特别就是好的一种这个传承，就是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呢，不单是就是去这个从研究的侧面来进行就是了解，同时的话呢，有很多知识分子呢，就光是研究呢，就是我们可能是不会就是了解。比如说我们说万法一刹那，刹那无常，就无常呢，就是谁都会明白。可是你到真的最后这个自己要生命要面对这个生死的这种大问题的时候呢，光是你说万法无常的道理呢，就是对很多学者来讲啊，就是用不上。其实佛教里面的很多道理呢，我都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应该在这个实际这个行为当中啊去就真实的去这个去运用啊，就是去运用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呢，就是应该是就帮助别人。其实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或者是以后我们到世间的任何一个岗位上的话，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我要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特别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态，现在很多的学校里面的就是师生的话呢，目光都是放在这个金钱上面，就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行为啊。我都遇到过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呢，当然这也是一个现实主义，就是又考虑到就是自己的这个我的这个婚姻以后怎么办，我的这个工作怎么办，就是首先都是全部的这个思考呢，一天可能是90%以上的话呢，就是向着自己。很多人呢，就是根本没有想到我以后就是对这个传统文化怎样这个弘扬，我以后到了社会上的话呢，尽我能力就是怎样就是对这个社会，对乃至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的一切这个生命呢，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不贪着自己的衣服，不贪着自己的这种衣食住处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实践人来讲是就是恐怕是就是做不到的。但是其实你如果越向自己，越自己呢就是得不到很多的这个利益。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越是向着这个别人的话呢，那么就是越自己呢就是得到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利益。所以现在就是包括一些新闻媒体就是经常跟报道的很多道德这个伦理损伤的一些事实啊就是在我们面前这个浮现的话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就是大家的这种这个集体感就是基本上是不像这个以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点呢在我们这个藏地来讲的确是不管是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对这个路上被车压了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就是我可以拍着胸口说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大多数的这个99%以上的这个藏人呢，就是他肯定会马上这个车停下来，就是会全力以赴的这个去救他。不要说是这个一般的一个这个人呢 就是你看世间的一个一头牦牛就是如果被车就是树上的话，那就是他们都会去那个去救他啊，就是去救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慈心和善心呢，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人类就是应有的这种这个利他心呢，就是已经这个丧失了啊。的确是我以前看过一个18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叫那个花智精美曲救黄波就是他是在当时的藏地来讲呢，可以说是教育活校无所不知的。那么他是一个
鼎鼎有名的一个大师，就是可以说是就非常了不起的，就像汉地的汉善大师那样的这个出名的。他当时要开法会，就是去路上的话呢，就是看见就是有这个一个寡妇啊，就是他带着这个三个孩子，就是准备前往到市区去开法会。当时他看见以后呢，他就新产生这个悲悯，就是那个上士的话呢，他是一个云游神，别人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如果知道的话都是他也不敢。但后来呢，他一路上是一直是把这个寡妇的什么孩子啊，就是他带着啊，就帮他化缘了，帮他一直到这个目的地。后来呢，就是那个女人发现，就是哦，原来是他是就是那么了不起的，就是大德，就是他这个时候吧，我从那个小小的一个从他的故事当中呢，看着现在呢很多人呢、啊，包括我们在座的人呢。啊，我们今天要学这个利他心的话呢，你们也可能不会就是试探我到底会说什么。其实每一个人，你应该所谓的利他的心呢，你自己从内心当中就是想，你在这个路上也好，或者说是今后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话呢，你遇到这个别人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帮助他？当然，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对自己有关心的人呢，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救他，就这是一个人的这种基本的一种这个正面啊，就是善的一面。而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呢，就是就不去救他，甚至呢，就是我们看见一些就是包括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生命啊就是动物啊之类的话呢，就是不屑一顾，那这就是确实是一种这个道德的这个失落啊，就是我是这样。这个人为的啊，这个原因的话呢，因为每一个这个生命呢，每一个生命的苦和乐呢，就是实际上是都是一样的啊。我也希望啊，这个快乐啊，不希望呢，就是感受任何的痛苦。而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其他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呢，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极个别的一些宗教和实践的一些包括这个无神论的有些观点的话呢，他们都不知道就是生命的这个价值。这一点我希望呢很多人都要这个值得探索啊，生命的价值是到底是怎么样。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地方就是专门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呢就是探索啊研究就是生命的这个价值问题。刚开始很多学者呢就是因为以前的各种环境和各种这个原因吧就是不知道，就是好像是人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才有真正的这个意义，而其他这个生命的话呢就是就没有什么就是如此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就是有一种教育这个后天性的一种教育这个而这个形成的。如果你从小都是在另一种教育或者是在另一种环境当中去这个长大的话呢，你会应该明白就是所有的任何一个这种任何一个生命呢就是得到身上的时候呢，你会心疼的的确会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如今我们这个很多知识分子呢应该需要就是值得这个去关心的。而且我们佛教的最核心的最核心的这种意义的话呢，就是天变无极的一切众生呢像这个让他就是离苦得乐。这一点呢就是在其他的宗教和其他的学说当中就是没有的。表面上看呢，可能是这是做不到的，就是这种精神呢不一定很伟大，就是可能会有这样想的。但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继续细致的去研究去研究。如果你去真正研究的话呢，那才真正知道是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就是佛经里面就是讲呢，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功德什么这个若有色方法若有这个色方分，那么诸遍虚空界就是他已经诸遍了虚空界，不能容数者，就是这是这个应该是在那个宝积经里面讲的吧就是宝积经里面讲的。为什么说菩提心如果有一个他的这个形象色法的话呢，那虚空界也是容纳不下的。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现在人类呢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去角度去分析的时候，才知道是利他心的这个重要。如果你自己遇到了一种困难和痛苦的时候呢，别人救你
就素不相识的一个人救你，那么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哇，就是原来的确是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有如此大的这种功德。这样的话呢，我们心里的疾病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完全让这个治疗。就是其实菩提心呢，就是完全是让治愈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疾病，让跟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得一种这个快乐。我记得佛陀有一个叫做这个。无畏树这个清闻经呢、无畏树清闻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功德呢就是十生能妙药就是十生果能妙药，它能什么呢？就是能治一切病就是能治一切病，使幽情暗了。意思什么呢？就是通过菩提心呢，菩提心是一个最好的妙药就是菩提心是最好的一个妙药。菩提心呢，就是能什么呢？就是它能治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病心理的病，而且它可以就是施予这个一切众生呢，就是获得这个快乐那么这个这个经典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就是需要就详细的探索，因为三藏的这个研究呢，就是并不是那么就是很简单的。我们表面上看来就是《金刚经》，就是有这么就是短短的这个文字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包括就是一些像这个般若经还有这个像那个《地藏经》就是这些表面上看来的字是不是很多的，但是历代的就是智者和学者呢，就是通过可以说绞尽脑汁，就是一直呢就是去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里面的真正的一些价值。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问佛教是如果那么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人这个信仰？就是这是为什么其实呢就是佛教的这种这个信仰也好，就是发现也好任何一个真理呢，就是它毕竟是掌握在一个少数人的这个手里，不管是科学知识还是人文任何的这个知识呢，不可能是所有的人呢就是全部都完全就是懂到就是其中的这个意义。就像我们实践的这个珍宝就是懂珍宝的这个价值的人呢，就是在实践当中并不是很多的不过现在信仰佛教的也是很多的。我看到一个统计里面呢，就是说就是包括这个中国的话，信仰佛教的现在这个1亿多个人就是1亿多个人。那么13亿里面，就是统计的已经有1亿多个的话，那就是那么没有统计的人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更多的。尤其是作为一些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将来我们要这个真正去研究一些古文化的话呢可能是这个佛教就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佛教不懂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多的这个古文化的研究呢就的确是有一种就是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味道，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很多人这个写的文章很多人就是研究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佛教呢，就是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人生宇宙的这个真理那这种真理要发现的话呢，可能我们的智慧呢就是更深更这个广的这个层面呢，就是进行这个投入，否则的话呢就是非常肤浅非常这个表面。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呢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这个面对事，需要面对病，需要面对世界当中还要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在这个时候呢，的确是佛教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殊胜。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一些自他交换的修法自他平等的这个修法还有呢就是自清他众的一些大乘的这些修法，还有就是阿底峡尊者传来的就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知恩报恩的，就是等等，就是这些修法的话呢，的确在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修完了以后呢，不说你的来世今生当中你对这个人生的这种态度和观念呢有所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有些人可能想不能这个学得太深入了，太深入的话呢会不会全部出家，或者说是全部到这个山里面去？有些家里的是很担心，就是有些人学习这个佛法包括就是我们可能有些
博士生啊、研究生的话，你这个报啊这个佛教的这一门课的话，那就是家里就比较担心你以后会不会没有会了你的这个前途啊。啊，其实在西方国家的话，那就是学宗教和历史是最有这个深层的，就是啊一般这个学这个经济贸易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目光啊，就是只是靠在这个金钱上面的。其实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学佛教呢，就是不需要，就是完全都是出家的，只不过是80、90年代的很多的媒体和电影呢，把我们的这个思想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染污。为什么他们很多的这种这个电视电影呢把这个人生当中遇到一些挫折以后呢，好像这个只有这个庙里面就是实在没办法，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去出家啊，就这是一种媒体跟这个包括这个因此呢，就是对我们带来的一种负面影响。其实我们这个在我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自古以来的历史来看的话呢，在家人这个学习佛法是大多数的啊，出家人呢，毕竟也是在当年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在印度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在家人是大多数。正因为这样呢，佛陀跟那个所谓的四种弟子跟在家人所讲的经呢，就是处处就是都是这个非常丰富的，因此。我想我们应该有一种这个佛教的，当然自己有信仰的话，那就最好有一种信仰。即使没有信仰的话呢，佛教的真正的这个理论，还有呢里面的有一些真正的这个教义呢，就是从这个正面了解，这样以后呢，对人生也是有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利的。尤其是现在特别特别缺乏，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真正的这个无有自己的这种无条件的就是利益众生。所谓的大乘菩提心呢，就是这样的。是为什么叫这个菩提心呢？菩提心，菩提就是这个菩提萨埵，就是菩萨的意思。所谓的菩萨就是勇敢的这个信士、勇士啊，就是勇敢的士。那么，为什么勇敢呢？因为放弃自己的事情，就是全力以赴、全心全意投入到这个利他的事业当中，这是我们一般的世间人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唯一的这个佛陀呢，就是完全能做到啊。他不但要这个通彻。通达一切万物的这个真理，同时呢，他的所有的行为呢，全部投入到就是帮助这个他众的这些事业当中啊，事业当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部门当中，是可能是特别特别的佩服啊，就是特别的佩服。这就是所谓的菩萨。我们有些人认为是所谓的菩萨呢，我可能在庙里面就是塑的这个像啊，就是这些都是不是菩萨，那都不一定。如果是这些菩萨的话呢，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兵马俑，就是山西那个兵马俑，就是当时秦始皇就是做的就是那些这个像啊，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但这些都不是这个菩萨。所谓的这个菩萨的话呢，真正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是好人好人好事，就是就做的特别特别多，真正的这个活生生的菩萨啊，其实是真正我们在实践当中呢，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你有一颗利他的心的话呢，也许暂时就是现在的社会对你受到了各种的一些打击啊，或者是侮辱啊、蔑视啊，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这个社会风气不好的时候呢，做好事的人呢，就是往往都是经常就是受到别人的一些这个挖苦，包括我们有些同学里面呢，就是经常就是爱这个什么。就传统文化的，或者说是经常呢，就是帮助别人的人呢，就是在旁边的很多愚痴的人，经常就是不屑一顾，就是开始进行就是责骂你，有这种情况，这就是社会的风气不好，不是我们的这个良心不好，应该凭良心就是利益一切的这种这个时间和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话呢，这就是我想我们很多大学生呢，比任何的财产和比任何的这种金钱呢，还是这个珍贵啊，就是在一生当中的话呢，我只有。有一个利他的心，这个利他的心呢，就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这种这个毁坏，这就是我想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有意义、最有这个价值的一种正念。而我以后在任何的地方呢，就是也是尽心尽力的这样做。我们那个青海那边有一个出家人呢。听别人说是他是一个真正的菩萨，就是我后来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他是菩萨，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基本上有了一个简单的这种生活就可以了。
只要是别人的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愿意去做啊，哪怕是受到了别人的愿望啊，这样的话都无所谓，就是他一生当中都是就这样。这个其实我们人当中的确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例子啊，就这个是社会不一定认可，但是呢实际上是这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应该做事，是作为这个教育，就是现在的这个很多教育呢，从那个开始就开始这个怎么样成功，所谓的这个成功失败的就是地方呢，就是你的地位财产等等等，就是这些。而很多学校里面呢，就是不讲就是真正的这个利他性的，如果利他性都没有的话呢，不要说我们的这个佛教大乘佛教的思想的一点味道也没有的，甚至像我们实践就是顾文化的一些这个传统呢，就是也一点的是不靠近所以呢我就今天呢就也顺便跟大家就是交流就是所谓的这个利他性呢，当然这个就是这个内容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就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跟大家开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总的来讲呢的确也需要一种这个利他性。有了这一个利他性的话呢，它就像是一颗这个珍宝一样的，它随时的是就是散出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光芒就是可以呢就牵出我们人类和一切这个生命的内心的这种这个愚痴黑暗它给我们自民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人生之路。